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小手。接下来我要去这里，刚好是悬赏追捕，好适合、哦、居然有犯罪。啊，我的车嘞！不好了，他会叫我走这边，这样真的有比较近吗？我在射击的时候，他会自己一直跑。觉得我要补一下东西，新的资料，这应该是收藏品吧。清水制的文字广告，商人嘞，有人在找我麻烦，谁？你吗？我要去买茶叶蛋了，这样招募招募，不要，不想招募。哦，这里是活捉目标。我先找目标在哪？哎，怎么打起来了？好吧。双杀！好，钱满了，等一下我去拿。
目标勒？欸，我刚不会又把目标杀了吧？奇怪，为什么？好吧，可能是我不知道做错什么事情，我绕一圈再回来。找到目标了。啊，后半是我刚刚战斗的时候给目标逃走。别跑！现在是什么状况？Hey, who are you now? Leave me be. I'll handle this myself. 哎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别跑！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跑。跟我走。Come quietly, Miss Graves. 这台马车行吗？这也太不科学吧！糟糕，有霸图帮的马车。塞车！哈！我已经呈现失控状态。成功了，抓贼人。帮派战可以进行了。对，我昨天后来发现啊，他在这里，它里面会有显示说这是哪边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看一下，像刚刚那个
刚刚这个人吧。不知道，之后的话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简报。我们其实都在那边杀，但是不知道在干嘛。所以这个蓝贝斯区就是科列特斯史特恩，就算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，科列特斯史特恩也不改其爱玩的天性。史特恩非常喜欢舞台效果，因此他会使用烟雾遮蔽敌人的双眼，然后对他们的要害发动攻击。我现在要去完成的就是这个帮派战争。我要先回我的火车一下，拿钱。哎，我的火车嘞？怎么不见了？跑好远啊！快速旅行。3000块。我觉得我的钱好像还不够再生下一个钱。对，我的钱还不够再生下一个钱。下12000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再跑回这里，好远啊！火车要开吗？上面有一个碎片。他要怎么翻面啊？这样啊，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上面翻面？我应该是反墙可以跳到了。好吧 ，Go， 1600公尺。没关系，开马车应该不会太久。征收你的车。哎，征收啊？听到没有？征收。Easy, here now.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甩尾要求，我哪里做错了吗？我觉得我已经甩尾了。这条桥上面真的都没有一堆车，
看我奔驰。好远啊！马快要被我打死了。这箱子是在这个也顺便拿一下好了。赚点经验值。有资料哎。帮派战喽。为什么我要被射击？为什么我刚刚扣血了？电击弹升级，我还没有拿到过电击弹。Mr. Cletus Strain and the Blighters have challenged the Rooks to a fight for territory in Lambeth. Defeat him and the borough's yours. Look, Sharpie's a bit sadistic. 残酷，跟我比吗？我才是暴徒哎！这就是他刚刚说的，拿什么蛋丢人家。啊，老大来了，怎么样？小丁瞬间被我打掉的感觉是什么啊？
硬啊！的啦，瞬间卡住。好吧，只好重打，它好硬哦。来啦，魔王。哦，怎么我一开始就被砍中了？那他这招怎么办？糟糕，我快出去了。远距离战斗获胜，这个家伙太硬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Evie and Jacob Fry. And as a 雅各，你休枪休好了。You all work. 就只有我打赢的时候出来看场戏。飞刀超强，枪攻击力比较强吧。啊，我们这一区可以算是的哦，都结束了，我去买一下东西啊、哦。就可以去金色那边。我买完茶叶蛋，你真的去买茶叶蛋啊？
好吃吗？这个是没味道，刚下锅，那你干嘛买？箱子嘞，这个箱子嘞，看一下我没有技能可以点好了，耶，有三点了。降低声音好了，这样都不会被发现，好像很厉害。我用这个，我只是想吃蛋，这样。在打架。地下室。